今天是玉琪老师的生日，那我们大家一起跟他说生日快乐，来三二一，生日快乐！来，姐姐，你有什么生日愿望？我希望我们这些宝宝们、宝宝医生们都能够记忆突飞猛进。哥哥也是今天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还有一位徐小明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喜乐喜乐，健康平安。谢谢谢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大家小这些医生们都能够健康平安顺心，然后记忆呢都能够突飞猛进，让大家都能看到更好的演员。